广州港南沙港区四期全自动化码头7月28日正式投入运行。该码头是全球首个将海铁多式联运全自动化码头，在技术方面创多项全球之最。当天站在南沙四期全自动化码头前沿，记者看到岸桥按照信息系统自动发布的指令，精准地抓取船上的集装箱，自动放置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智能导引车上，导引车通过智能算法自动规划路径，将集装箱运往目的位置，轨道调自动对位，自动抓取集装箱后放到指定位置。整个生产作业过程，作业区内空无一人。我们这个信息系统呢，它就是一个这个码头生产的组织的一个大脑啊，这个全流程它是这个实现这个自动无人化的。哦，我们现在的效率已经超过了这个传统的人工集装箱的码头。已经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做到20多个目，大概是30个自然箱左右的一个水平。据介绍，指挥南沙四期全自动化码头运作的超级大脑是全球首创的，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可为集装箱装卸、堆存、转运、进出闸口等多种作业场景规划最优路径。我们呢融合了新一代的这个物联网感知技术、无人驾驶技术和这个大数据分析、云计算、人工智能和这个 5G 的一些相关的应用，成功的打造了全球的这个全球首创的这个智能 IGV 的一个相关技术。那么智能 IGV 呢，利用了这个北斗激光雷达和视觉融合的一个多传感器融合的定位技术。首先呢，它不需要像传统依赖这个地面的磁钉技术来进行定位，那全部都是通过自然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呢，它能够大大的降低码头的建设成本啊，也有利于这个下一步的整体推广。南沙四期全自动化码头地处珠江口，位于连接珠江水系内河网络与深水海港的南沙港区。南沙四期全自动化码头发挥南沙港区水网通江达海的天然地理优势，并依托南沙疏港铁路及江海联运、海铁联运功能于一体，打造全球首个江海铁多式联运全自动化码头。南沙四期的设计能力呢是490万标箱。那么南沙四期全面投产以后呢，在南沙港区将形成20个10万吨级以上的集装箱专业化泊位，那么港口的通过能力呢会超过2000万标箱。这样的话，在全球单一港区作业能力上呢，南沙可以跻身前列。据介绍，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有香港港、深圳港和广州港市界级枢纽港，也有佛山港、肇庆港、中山港等区域性港口。香港科技大学机器人与自主系统领域主任刘明表示，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利好背景下，香港港与广州港在内的大湾区港口有很大合作空间。那科技赋能它本身是能够削减港口的整体运营成本，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更是一种这个探索价值创新这样的一个领域。那大湾区的航运的智能化发展具备一些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条件，像深圳港、广州港本身整体是位于这个吞吐量位于全球排名前5，所以以这个广州港、深圳港、珠海港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大湾区的港口集群将进一步推进区域的港口竞争的一个新优势推动了这个港口群、产业群然后城市群、都市群的一个协同发展这也可以帮助我们携手港澳共建一个世界级的一个港口群。